谢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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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，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做个互动的游戏。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支持咱们新疆的原创音乐，因为下面这首歌呢是我的一首原创作品。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听过这首《情人》，有听过吗？好，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带上的这首歌呢就是《情人》。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，在中间呢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一起来唱。在我看我前面和后边还有这个左边和右边的朋友呢，我看谁的学得更好一点，或者是唱得更投入一点呢，我会送他一个小小的礼物。这个礼物呢，就是我头上的这顶帽子。这顶帽子呢，我将签上我的这个名字，然后送给他。来，那我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来演唱这首《情人》。谢谢。待会儿我们唱完以后再和我。我觉得咱们这个应该给咱们这边的朋友，因为他们人数呢
对对对对，是这种感觉。一二。
三。大家看我什么呀？谢谢。